到尾下，卡，然后会死，然后会热，
热变化变是这是很容易。啊，树啊，有心就有能量，心就是讲生出来，即个真正的根源。主就是你大长的，伊就是变伊变伊就是长树啊，对细长变成一大长。长树啊，我也变变，长树啊，是这个心主。啊，咱人动就是伊个，咱人这个就是动物。啊，希望变成动物，动物，那人那有希望吼，那动物，那动物有希望，所以咱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有喜有乐，爱有乐，所以咱天生这个人生会痛苦，所以呢，咱哩啊，咱哩心中咱来沟通，我们来沟通，我们觉得是心心胸不行，有这个我们。啊，自信要有力量的力，啊，生了性，会人生会不同。啊，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一定来啊，来就是为着修这个性缘来，修这个轮回来，修这个性缘来。性缘就是讲你甘愿离过去，你甘愿来，来要做什么呀？你来要打工，来要修。你叫做成，你叫做教，啊，是用这个轮回啦，轮回就是讲，因为我就回来啦，啊，你回来为啥？你回来为啥？比如讲，咱爱做一只猪，但是这猪也爱买走，你看猪回来买走，啊，你不去就为啥？因为因因的个关系，因做的因的了后，迄个个的关系。你无去嘛，你就爱去。哦，你咧成就一只牛，你无去成一只牛，会了解因缘万事。你定爱去一只，一定你一生爱去做头，你一生你爱做头。我即摆是讲迄个因果啦，啊，毋是讲咱一定每一个人来做。当然，咱要做迄个因，咱就会变因果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你有做迄个因。你那逃避啊，逃避未起，所以这种叫做轮回。啊，轮回叫做终极的去。哦，你无去未使，但是咱人，咱进入终极来，咱人，啊，咱人就是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咱人有分做啊，以这个六道来列当中，咱人叫做三乘道来列，天道、地道、阿修罗道，这个三乘道来列。那因为三恶道，这个轮回道就是个第二个，这个恶道叫三恶道。但是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嘛，咱前世人有修这个善因，咱这世人来修这个善道，叫做三善道。虽是你三善道，你来到这个世间上面，但是你有做三善道的功课。安康条，咱有做三善道的功课，那么做三善道的功课。你若做三福德，他们后世人，你就做三福德。这是互你袂叫的哦。你这世人啊，你前世人就做三千多，你这世人才专心做三千多。但是你来到这个世间，这个叫做世间，你来所做，你若三福德，他们后世人造就三福德，隔壁的就是你的第二个。但是因为你来到这个世间，若做菩萨德。做阿罗汉的，哎，做这两个福德，你后世人就走向福德去。这是定你后世人的方向，甲定你后世人的方向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所以呢，随时咱进来到这个世界，你后世人的方向，你伫对一个所在。所以他讲不得两讲，用分世因，今生是假事。用阮后世果，啊，今生作善事。你欲问前世因果，问前世果啦。你欲问啥物啦？你问你家己就好。你一世人，一世你真一世人，有感觉真好过，有感觉真快乐，有感觉真幸福，有感觉真自在，有感觉真圆满。你一世人一定做袂到。但咱一世人在到这个世间，面对着作些坎坷，面对着作些不如意。面对着作者，感觉无奈，咱真是无去做一事。所以咱当面面对着坎坷，面对着不如意的时阵，
咱一定先有出会。啊，我一世人无做啥物歹代志，毋知是真世人做偌济歹代志，是毋是安尼讲？毋知是真世人做偌济歹代志，即个问题，因为真世人毋知做偌济歹代志，一世人带一世苦，即叫做因果，因果。所以呐，阿弟啊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拍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嘛就看，那个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比过，我当然较爱打那个精细啊，方面叫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佛陀在来讲出话，用问后世个，你问后世一个，后世一个啦，用心做下事，你世人所做的事，我相信讲，咱人，哪怕你世间的时阵。拢会请师傅来当灯师啊，是不是呢？无灯八方啦，嘛无灯南方啦，吼，拢灯师傅。师傅就是结果，叫做师傅结果。咱嘛知师傅迄个结果是真正清净无染的，迄个所在嘛是因为咱本来是一个真正清净无染的环境，这叫做结果。所以呢，咱来到这个世界，即摆轮到到这个世界。叫做流浪，咱来到这个世界叫做流浪的啊，因为咱有不同的回家，因为不同的回家，因为咱人当然拢会写迄个观念啊，一种驾鹤西归，欢动凋零，西风犹抱，啊往来归尽，拢会写一挂些啊，这对联啊，啊这对联啊，看起拢同一个所在叫做生活，嘛简单拢叫做情况。大家嘛拢要登去个所在，无论西方要娶嘛是要娶西方，非常要娶嘛要娶西方，耶稣要娶嘛要娶天国，那么娶同一个所在，民俗个思想个共意同个同一个所在，你一切个宗教内底人拢要来娶伊个所在，迄个叫做极乐世界。含咱一般个嘛是思想，要来娶伊个世界，迄个叫做净土极乐世界，拢同一个所在。但是咱一个问题。咱是毋是掉下去？咱是毋是掉下去？谁都讲我本来就离遐来，我本来就离遐来。但是，因为我应该去咧等得到咧，是安怎我到到遮呢？我即摆来做比喻，你在台湾对不对？比较泰国，但是去到泰国犯罪，进足济吼，台湾人离泰国去犯毒，迄个五百三啊，很多几有五百三。六十岁，我上去偷偷无拜个，拜个先成功。一抓游览唔免出钱，但是一抓20万落去赚，一抓20万落去赚啦。但是你家学会项物件了，什么物件？恁大家应该听得清，毒品。啊，毒品咱白里多了，你知影？一困着唔易爆出，咱白里爆出。哦，暗时个，迄个像个印度个捉老鼠迄个，他。迄人迄个时光哦，照过，迄个鬼神不白，看清清楚楚，你对伊白什么物件，他唔知影。哎，害死人，阿大啊，40外、50外、60外，但拢抓遐个人。啊，抓遐个人来反动的，伫中国大陆，伫泰国是会死人的，最多会几多人的，伫中国大陆死人的。你为了20万，你为了一张机票，唔去泰国倒转来。啊，都20万台，你竟然把你的生命出卖掉，有恐吓无？所以你们那人就是哪，这个头壳无清醒的，结果在来做生意，因为伊已经去到泰国，已经出卖了伊家己，伊已经袂当正当台湾，对不对？已经来受泰国犯罪的制裁，不过伊的制裁是死刑还是什么？我只是后壁无效，安尼来继续来办。这是真正事实。我即摆要比对讲，咱对西方结果来到这个世界，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咱当然想要成功。但是咱来到这个世界，咱要犯罪、造业，哦，心就是杀头的。随着罪的不靠表现，罪的不靠表现，我们第一，哦，心就是贪嗔痴，这叫做西方业，在咱的心内面弄掉。但是咱今日这本事，这业咱不敢穿到出去。咱今日看无人去到这个世界，迄个清净的世界，我无可能。所以修了
就是要找回着咱真正要倒去的路，迄叫做寻根，迄叫做寻根啊，找。寻啊，找这个根啊，好无？寻寻就是要找嘛，这个根，这丛树啊，若无根，你这丛树啊，若无根，这丛树啊，这丛树啊，无生命，会啦吼，树啊就来。但是因为咱这个根，或者解释叫做咱根，叫做根本嘛，咱是安尼吼，咱叫做根本。咱的根本里头，咱的根本里建立世界，咱的根本是咱的根本。这张奇怪根本里头建，万物经这样奇怪话的，咱新加坡，咱妈来妈来母亲，发四十几个出来，出来什么？学这根啊，这个寻根啊，好，咱华侨们啊，美女啊，这个。哦，这个欢迎电影哈，欢迎您来请，咱广场应该说是非常热闹。但是这个艺术哦，这个音，咱一面带这个卡，咱有时候回家真好，回家真好，有讲回屋真好，有法安讲无？哦，这个卡。主人，这间厝，家也离开主人，主人也离开厝。
安尼进入中国的领土。好，换一个解释，这个主人，再换一个解释，这个主人，他进主，安尼解释，进主叫做有，这个主人叫做空。以圣经来讲，空有不离的道理，这个空不离有，有不离空。主人，咱的灵魂，咱的灵魂，就参详咱这个主人身上。咱这个主，就参详咱这个肉体三界。咱肉体内面，咱的肉体内面有灵体，灵体内面有肉体，这必须啊，对不对？那是必然。但是肉体甲灵魂合作叫做哪？叫做人吼，有一一些人。咱这个有性的来去建立，甲有性的会不会合作的？安尼个大部分都是非常不得的事。有性的修建立，因为伊尽管伊对有性的观，你若不落来，伊伊内面有这个有性。他就离背离地的圣堂，连这个分界都没有，所以伊必须爱灵魂。所以他讲不分微传分界，他属属分界。所以建议，这个八天，这个八天，有法做成功，才能建处先生，处配合再建处。啊，咱建处，咱这个咱建处的用咱的心会做人去做人，好。咱清楚，有头发无？我阿两个头发，啊，咱中有一个正面啊，正面属于是真正面。哦，咱眼睛啊，咱眼睛啊，咱唇齿啊，哦，眼睛啊，啊，眼睛啊，唇齿，它是有三根，现在有三根。唇齿有三根啊，唇齿袂使四根啊，啊，唇齿袂使一，袂使有四到五三，一边啊起三根，一边啊四根四根。爱当调一下，所以你这根柱就是用这个心体，用这个用这个心骨的过程。咱来调心灵啊，有最要一点嘛。咱有心灵啊，哦，咱有水管啊，咱有水管，咱有拉丝管啊，咱有电管啊，咱有归气啊，咱有心灵啊，咱有血液啊，哦，咱有水管，通通它就是思想。所以建议来动这个柱。咱的主人就是灵魂，讲叫做康，灵魂还清楚。但是康有不离，那生出来那是一个鸟，那家庭鸟咯，一个鸟。那变成鸟，空有不有的暴雪，三十秒钟。那那变成鸟又，机会那个桃李帽，我拿下你一线的鸟，那才能活下来。好。啊，头唔戴好话牌，好唔戴好，伊就拿黑面咧，然后就穿起来，好。哦，该对你所在地域，我给你好。那就是做牌，那错误行为，好，那错误行为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做那错误事，一秒、五秒、六秒、五秒，叫做秒合理。但是你这口会出来，叫造水了哦，变形啦，干嘛在秒用？变形就是。三天五天，人来人去，废话，阿无臭话。咁只咧，所以你要看，咱今日要找就是找些咱家己这主人，咱的灵性的过来，阿就是因为咱的时间到，咱要找是，第一阿非常难的，咱有通邀请到人好的，啊，这个啊朱秀敏哦，朱先生，那我们特别来做这个。今天一个班，从这里开始，马上来电。当然，也好久没电了，然后那是非常过瘾，然后都可以过来边读啊，手掌啊，今天啊，那你那边像那什么书，那我们啊台式啊，哇，这是怎么定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说的啊，就很多我们的心情也是一点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
这回答你是没钱到手，喝到手。